안녕하세요，韩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杨浩宇，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谢霆锋。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呢，是一个比较油滑、比较接地气、心地有一点善良的邻家欧巴。这个戏为什么好看呢？因为它很贴近生活。安家将于今年夏天在 Channel China 频道播出，韩国的观众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哦。